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起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每天354节节目。今天带来大家做铁工厂所推出的这一款 IFEX D44号的虚空军团，当然了，它是致敬到军火里头的瘟疫。那么扫荡队成员在大电影里头我是比较熟悉的，但是铁工厂走的是 IDW 路线，在那部漫画里头有什么样的设定我就真的不知道了啊！我有严重的美漫阅读障碍啊，这个已经跟各位提过了。那今天就只讲玩具的部分。首先呢，在当时看到他推出的宣传图的时候呢，对他的美型度我还是保持比较高分的态度。那拿到之后的话呢，配件呢感觉到非常的多。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呢，他有一共总共含目前现有的头雕一共有四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头雕的部分好了啊。首先的话呢，这呢也是一个胡子脸，这个有点给我感觉像什么呢，就是那个Final Fight 里头的那个哈卡市长的那种只留在人中的这种嘴巴啊，他跟原本的头雕相比是少了一个下巴，就没有没染工的感觉。那另外的一个头雕是这个戴上了口罩的一个感觉，应该是口罩吧，没错。那最后一个的话呢则是露脸，但是呢这个头雕呢帅归帅，但是他头的两侧呢多了两片这个像是头冠一样的东西啊，那你喜欢哪一个端看个人喜好。头雕的替换的话要把后面这个地方给旋开啊，旋开之后才能做一个替换啊，比较稍微是需要动到螺丝刀的。然后呢它的一个肩甲的部分的话呢，我的话呢是给它换上了它里头的替换件的其中一款。那这个的话也好看啊，这个对焦对的不太好，我手还是挡着好了。这个它的肩甲的话一共有四套。那我个人的话呢是目前装的这一套是我自己最喜欢的。那手上的这个是默认的，就是它直接装在身上的，它是唯一一个有一个可以动的这个关节的，它是唯一有这一块部件的。那么呢我个人的话呢换上去的这一款呢是我觉得比较轻巧一点点。那我最后讲的是这个，我一直词不达意对不对，最后讲的是这个的话呢看上去更轻巧，但是呢它没有那个推进器，没有那个推进的引擎在上面，所以呢在最后变形的时候呢它会感觉少了一块部件。那不论你是换哪一个肩甲，不论你是哪一个肩甲啊，你都是可以完成顺利的一个人和飞机的变形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那其他的话它还附带了一把这个大枪，大枪在变成载具的时候呢是一个重要的装饰品，当然平时也可以当武器来使用。那它所佩戴的武器除了各位看到的镰刀之外，它还有其他几样东西。首先的话呢是可以变形成一把短刀，它的这个紫色的透明件呢一共有给了四片。那所以呢有时候武器呢是不能够全部都组合起来的，你必须做一个替换。然后呢这个双刀的话呢，对，它是双刀，它是有分左边跟右边的。各位拿到的时候呢我会建议你还是检查一下啊，你看到没有，它其实是有分左手跟右手。那拿的时候就找一个合适的手型就把它扣上去了。以及呢它还有一个，你可以说它是十字弓啊，或者是你把它反过来组合，这样子就会变成是也是类似手上的那个拳臂吧，拿在手上的匕首。那这个呢一样是有分左手跟右手啊，一样分左手跟右手。另外呢还有一个部件，这个感觉比较奇怪的部件，这个部件的话呢是安置在手的侧边的。这个装上去之后呢，你明显的感觉到这个东西不适合拿在手上，而且它的一个凸的话比人家短，它是要扣在这个人形侧边这一带。所以呢这个虚空军团的话呢是拥有非常大量武器的一个小队，可惜呢我们就一个人物啊，除非你买很多很多，你才有可能把它的所有的装备呢都给弄上去。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就可以正式的进入到这个玩具的一个本体。首先的话呢我再次强调一下，我所使用的肩甲啊是属于我个人的单独偏好的，是比较轻量化，少了一个可以折叠的一个部件。然后呢武器的话呢就拿着这个像是镰刀一样的东西。不过呢最终来讲你在完成变形的时候呢还是得换回原来的手型，所以我们就现在的话呢顺着这个机会把它原本的手型给换回去啊。它原本的手是一个拳头里头是没有动的，那这个替换的话呢就很简单，这个再容易不过了啊。那另外一侧的手的话呢我们也把它做个简单的替换啊。那再来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讲到人物的整体的造型。那它的配色非常正确啊，扫荡队成员的配色。那给各位看一下它的现在的这个头雕吧，就有一个
像是络腮胡又长染的一个感觉，眼睛也是血红色的一个涂装，而且其实是蛮亮的，蛮亮的。光打得好的话呢，是会非常亮的。背后的话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翅膀的一个装置，那它的话呢，是可以往上提跟往下放，那这是变形的时候有所需要。平常的时候呢，后面呢最大能够动的极限呢，就是把这个，这个中间有个翅膀啊，这个有个双动关节把它折到最上面，然后这里的话呢，在这一处可以转，还有在这，还有一处可以转的关节，所以它顶多就只能转到这么多啊，非常非常有限的一个活动范围。那这个手为什么躲到那么后面？你在害羞什么呢？把它给抠出来。好，那 OK 就是这样子，它的一个平常的形象。裙甲的话呢，侧边可以动，然后脚前后踢没有问题。外白内收也都是有膝盖90度，脚踝有一个接地的关节。整体来说的话呢，关节还是都是偏紧的。铁工厂的玩具呢，这一点几乎可以说是他们固定的传统了啊。那没有什么偷胶的问题，背后的话造型处理的蛮 OK 的，然后倒角的处理算好啊，并没有让人家觉得手会痛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给各位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大家都说铁工厂的变形是送的，这一次的话呢，这个送的感觉还真是非常的强烈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两脚的话呢是转到时候它两侧是要做一个彼此一个结合的，然后在这一侧的脚还是有多一块凸，把它给弄出来。然后呢，我们一起的呢，把它的这个脚后跟啊这一块部件给翻出去，推到侧边，脚的话呢给翻成这个形象。好，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推进去一点，然后协助我们把它给推出来到这里。好，然后呢再来的话呢，我们的一个变形的时候呢，这个才是飞机的一个顶部了啊，这块部件我们就把它给推下来。两腿的话呢，做一个简单的合并，非常简单的合并啊，简单的合并，往上推，就把腿给缩短，然后两脚的话呢，就中间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结合。那由于这个关节的话呢，它是会跑的啊，所以就结合的时候你要稍微去对准一下，才能够把它扣得比较顺利一点点。到这边，好，扣上去了啊。好，那尽可能的严丝合缝的呢，把它给腿的话呢给缩短一点点，能缩得越短越好，越短越好，因为它跟后面的这个机体还有要结合的。那把脚缩短之后，接下来把手给往上推，手的话呢，我们反过来是要往上推的啊，让它这个手啊，这个拳头呢能够收到这个侧边里头来。然后呢，这个肩甲的话呢是配合造型的话是把这个引擎口是朝后，这里也是一样，这个非常的积木的感觉啊。这个铁工厂的玩具变形就是这么回事啊。到这里，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把后面的这个翅膀往下放下去。啊，这有点紧啊，有点紧，而且这个空间非常的狭小，在推的时候是 OK 啊，尤其平常我们扣的又很紧的话。好，包下去，然后整个的顺势往下包，然后呢就把，简单的说了，就是把这个地方，这里能够扣进去就行了。其他的话呢，都等扣进去之后呢，再来做调整也都不迟啊。到这儿，这些，你只要能够把它转到能扣进去，那这里大原则就是这个膝盖的这个凸啊，要卡在这个口里头，这个是不会有错的啊。这里扣进去，好，整个都压进去之后呢，我们再来做调整都没有关系。基本上呢，公差算的是比较准的啊，就是全部压一压，它会全部到定位。好的，那么我们这个扫荡队的成员已经差不多要变完了，最后就是一个我觉得有点逗啊，这个头啊，为了配合扫荡队的这个载具形态吧，你硬是要把它给转起来，然后呢再把它给头给转到这一侧啊，明明就没你的事，偏要你冒个头出来的概念。那对了，还有最后一个零件啊，就是这个大枪，记得把它扣在这儿啊。对这个效果，造型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虽然变形看起来很扯淡，可是我必须说它的完整性还不赖。可能也是因为它是外星载具的关系了啊，就该包覆的地方也都差不多包覆起来了啊。然后呢，这个刚刚有提过了啊，这个肩甲的部分啊，我个人喜欢这一组肩甲，是因为它的造型比较简单，比较利落，而且它有两个推进器啊。那你其他的几款，我说过这个都有一个推进器，包括这个也都是有，只是它侧边会多个弧形。但是如果是这一组的话，就后面真的没有推进器了啊，我感觉是比较奇怪一点点。
那最后的话呢，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就是它有多附带一块这个部件。这个部件的话呢，可以安插在之前铁工厂像是暴君之翼小队，就是 C 个小队里头呢，都会附这种支架。那这个支架的话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呢，也把这一次的这个虚空军团的载具形态呢，轻松的呢给组合起来，作为一个飞空形态的展示。那整体来说呢，这一次的449号虚空小队呢，在人物的美型度上的话呢，是没有话可以挑的。载具呢也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看啊，可能以为它是一个外星载具的关系吧啊。整体的造型来讲的话呢，没有什么特别牵强不合理的地方。替换的配件呢，也几乎呢除了手掌之外啊，大部分呢都是可以再完成变形的。以及最后呢，它的一个武器量非常非常的丰富。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有没有需要把它组成复数的军团啊？虽然说它本身就是一个量产兵了啊，这个就看你个人的需要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